喜寮巴呈现平游天下之翻滚吧苏丁是由喜寮巴冠名赞助。哇！我哋今日嚟到草莓园，系啦，呢个咁自然嘅环境咧，系过嚟摘呢个草莓噶。咁我哋入到嚟咧，就会收到呢个胶盒啦，佢嘅容量有500g噶。咁我哋可以入到去咧就摘草莓啦，然后亦都可以任食噶。我一定会食劲多，我特登冇食早餐嚟，就系因为疯狂食草莓，谂住食晒呢度嘅所有草莓。我真系可以食咗几间佢。我谂我食完咧，会有一阵草莓嘅味出去咯，草莓汗咯，谂住。我哋开始啦，冇啊，好啦，边间先？嗰间？唔系啊，呢间。我呢度啲草莓好新鲜噶，成日都好多人嚟食我啲草莓噶，随便摘啦，摘得几多食几多啦。你食完我咪又种翻落去咯。翻滚吧苏丁之，今日嚟到草莓园，我哋会挑战一个摘到500g 草莓最接近嘅挑战。错晒咯！好，我哋今日开始呢个挑战啊，系要最接近500g，最接近500g嗰个咧就可以食埋人哋个盒啦。哇，好惨啊！成件事，所以我都系会喺度食定几粒先啊。好靓喎，真系！哇！哇！爆米鸡翅，鸡翅夹，好啦。到底我攞你个盒定你我个盒咧？吓？胜出者系阿苏啊！多谢多谢妈咪，你可以用电视阿苏，你叫乜嘢出嚟嘅？贪心嘅后果咯，我攞啦。想重温苏丁呢个平游韩国之旅，可以上 Facebook Roadshow 专页答埋每则问题，仲有机会得到苏丁同大家拣嘅韩国手信贴。仲等？即刻上去同苏丁玩游戏啦！喜寮巴呈现平游天下之翻滚吧苏丁，系由喜寮巴冠名赞助，并由以下商户联合播出。KK Day。